是犯罪心他的刀，犯错深深的就不犯罪，阴深的刀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有神圣的。这人不作非，他是犯罪心他的刀，我们知道犯错深深的并不犯罪，从深深的地保守自己，那二者也就无法害他。但遵循他的道，我们知道犯从深深的必不犯罪，从深深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，但愿我心是坚定的，以遵守你的律例，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受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呈现你，你更乐意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中你那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受亏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呈现你，你就不至于的律例。我看中你那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受亏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呈现你，你以求不罪的心呈现你，就会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呈现你。